新北市 Open Click Art 图库，在我们的美工的图库里面，你会发现有一个新北市的 Open Click Art 图库，这是由安溪国小国人老师整理的。那他已经帮大家整理出非常多好用的图库，方便你上课的时候是可以使用，也分类分好了。整理的非常多，看就很多很多的图，让老师方便使用。如果你想网络上存取，也可以输入这边学校的网址，然后 Open Click Art， 那也可以在线上上面看，直接看这个图，需要就直接下载回去使用。这是感谢国人老师很辛苦的整理这些图库，让老师在教学上没有后顾之忧。那这些图库的来源是所谓的 Open Click Art， 你在 Google 上面搜寻 Open Click Art， 那我们会发现原来有人在做这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很多的图库都整理出来，而且这些图库是向量。很可惜这个网站不支援中文搜寻，所以你只能用英文来搜寻，找到你适合的图库，而且这些图库方便老师在上课中使用，它的版权上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去看它的版权宣告就知道了。那这边也特别在感谢国人老师非常辛苦的整理，听说他还是继续在整理，那后面有新的版本我们会陆续增加。